主料，白菜一颗，辅料，油、盐、五香粉、生抽、姜、剁椒干、蒜、玉米淀粉水、木耳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白菜洗净，撕成叶，先不用。把白菜叶头切成两片薄片，我用水果刀切的。刀步不加，要求是切成三片的木耳洗净备用。锅内热油爆的葱姜蒜，倒入白菜，大火翻炒至白菜出水变软，翻炒动作要快，倒入木耳继续翻炒，加适量的盐、生抽、五香粉，倒少量的薄芡粉勾芡即可。成品图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玉米芡等可用其他代替；二、炒白菜时要快，防止粘锅；三、翻炒时太过干，可加适量的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